小毛的粉丝吗？我是忠实观众，但是我是从大学的时候才开始看海绵宝宝，是因为我的侄子侄女他们很喜欢，而我每天就大概晚上六点的时候就会准时打开卡通频道，配合着吃饭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就像伯乐良先生说的，他们很有赤子之心，加上你不要看海绵宝宝，他看起来他每次都只能举海绵，对不对？他就是身体是可能很弱弱的，但他的心理是最强壮的，每次都可以用他很正直、很有正义感、很正面的想法去解决事情，然后就让事情突然有好事发生了。对，他其实是非常乐观的，我觉得他精神很值得学习。没错没错，我们海绵宝宝在这边，我突然发现自己好像小好几岁，很可爱，突然想尖叫，少女心。对，真的有少。来这边，十指交扣。太拘个了屁股，太大肌肉太紧了。